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71页，从第一行看起啊，这是解释了经文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看注解。正觉者，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，就是如来之实质。故成佛曰成正觉啊，成正觉就是成佛。佛法符合现代所说的科学，科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，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啊，所以真凭实据。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都重视正，正德就是真实的啊。佛所谓是信、解、行、正啊，正德才算是你自己真正有成就啊！你相信信了啊，你理解了，理解没有真正修行，修行必须要求证啊，也就是说证实佛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这个信才叫真信。如果没有正德，不能算是真心啊，正德之后才算是真心啊。没有正德，我们相信佛菩萨所说的，这叫两心啊，或者是相信诸佛菩萨了，决定不妄语，我们的心从这儿来的啊。事实呢，事实我们还没见到，极乐世界没见到，阿弥陀佛没见到啊。那么对佛、对法、对传法的这些老师要没有真正的信心，我们念一生佛，最后未必能往生
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啊，有真心有真愿，决定感得阿弥陀佛现身为你作证啊，这个证有一点像大乘经里面讲的受记啊，功夫念到成片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一句佛号啊，烦恼习气没断，虽然没有断，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这个佛号念念相续，它起不来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接着一句。啊，如果烦恼断了，那就正果了。啊，烦恼没有断，用这个功夫把它扶住，啊，这叫成片。这个功夫在其他法门里面是凡夫，如果不能证果，将来果报在人天啊，人天里面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啊，还有欲望，欲望还没断干净，欲界天欲望没有了，那就是色界天，没出六道轮回，不算正果。最低限度要证到小乘初果，须陀洹啊，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啊，大乘是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啊等觉，总共有51个阶位啊，最初摄行位是凡夫啊，也算不错了，小乘啊，所以小小乘初住，从初住摄住摄行摄回向，这叫三贤啊，别教的三贤，再往上提升十地，十地是圣人啊，三贤是圣，三贤是30个位次菩萨。那那么摄性位呢，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果位也相当于小乘四果四相，那小乘8个位次，大乘10个位次啊，上面是初住，正得初果本能啊，神通，6种神通是本能，每一个人都有的啊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个神通啊是属于德能啊，那么在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就2种现前了，天眼通天耳通，虽然他没有脱离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在六道轮回里面修行不会退转，他真的不退转，
他从初心到二心，到三心，到七心位，等于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然后慢慢向上提升。啊，在十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，证得十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必须破一片无明，见一分真心，他就出十法界了。出十法界，在别教他是初地，在原教他是初住，那这个地位高了，这叫法身菩萨，他明心见性。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不能超过十法界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是弥了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这佛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十法界不见了。啊，现在你面前的是十宝庄严图。啊，这个我们在一生当中修行很不容易达到。啊，破无明真难呐、啊！无明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，怎么断法？啊，见思烦恼我们有感觉，尘沙烦恼有感觉，无明烦恼没有感觉，它频率太高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，它那个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次，一秒钟。我们决定没有办法知道啊，所以难呐、啊，真难呐、啊！啊，我们有感觉的这种烦恼先断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，这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些东西断尽了啊，特别是贪嗔痴慢疑死惑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证得小乘果位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那我们也晓得大乘比照小乘，初心位的菩萨没有出轮回，也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。人间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，他不会躲三恶道啊，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，不会变成罗刹，这叫圣人啊。那如来正觉呢，这个如来最低限度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所以如来两个字对他可以用，他不会到十法界来，更不会到六道轮回。可是
六道里头的众生，十法界里面众生跟他有缘啊，有缘那个人有感，如来就有应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！感应的例子在我们这一生这个时代很明显的，虚云老和尚大家都知道啊，老和尚47岁发心朝五台山，三步一拜，从普陀拜到山西五台山用了3年多的时间啊，三步一拜，在当中啊有2次生病，生病的时候都在旷野，附近没有人家啊，那生命交关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，乞丐救了他啊，这个乞丐讨饭给他吃啊，在山上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，住了半个多月，他病好了，他继续往前面再拜啊，向这个乞丐请教啊，问他尊姓大名，他说他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啊，问他住在哪里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，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，老和尚拜到五台山就念念不忘这个恩人，问人有没有人知道文吉，没有人晓得啊，到寺庙里头拜了文殊菩萨，向大众请教有没有人知道有个乞丐叫文吉，大众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这就是老和尚有感，文殊菩萨有应啊，这个应身不是假的，跟他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啊，这就说明文殊是等觉菩萨啊，这是实现的，真正的身份早已经成佛了啊，大乘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早就成佛了，他是七尊佛的老师，别说他了，他底下的学生有7个成佛了啊，这资格很老了啊，他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，也以等觉的身份在华藏世界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众生啊，这些我们要良心真正相信释迦弥陀诸佛如来决定没有妄语啊，一丝毫不能怀疑，怀疑我们就错了啊，学佛最难的信心啊，具足真诚的信心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，我们学念佛的人多啊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不多啊，要真发愿，我们住的这个世界
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这个世界还能住吗？太苦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亲身感受的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比，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啊。那个世界人无量寿啊，这个世界人一百岁的很少啊。那个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呢。啊，这个地方善知识太少太少了，到哪里去求啊？那我们遇到这部经，这个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都是根净土原生，这都是佛菩萨加持，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遇到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真正发愿，念念求生净土。啊，那还没去啊，没去是佛留我们在此地表法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。啊，海鲜老和尚是见到阿弥陀佛了，我们别着急，再过不久啊就会见到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圆通里面第二十四是大势至菩萨，第二十五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这念佛的人，一佛念佛，意识心里面想。口里头没念，心里想佛。啊，有时候心里想佛，口里念佛；口里不念，心中想佛，没有间断。啊，菩萨告诉我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。梦中见佛，定中见佛，啊，有特殊缘分的，就像文殊菩萨变成乞丐来给你住上一个月两个月，啊，都有可能，那个叫现前见佛。将来见佛呢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啊，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感情，啊，有很多冤亲，我们希望度他。现在我们没成佛，度众生的能力很有限，只能把这些经典介绍给大家。啊，信不信，那就是他的缘分了。啊，如果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的慈悲心恳切，跟阿弥陀佛见了一面，就可以回来。啊，不必等在极乐世界成佛再回来，没成佛也可以回来。啊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不会迷失自信，
你知道你从极乐世界再来的，你随时可以回极乐世界，你说你多自在。机会不可以错过啊，错过就太可惜了啊。啊，决定要把它抓住。啊，经上这些字句都在警惕我们，劝告我们。啊，如来正觉，正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其智难量，这个智慧没有办法测量。啊，它其大无外，其深无底，真实智慧，自性本具的。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开悟了，开悟就是见性。啊，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给五祖做的报告只有20个字。啊，第三句他说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啊，本来自己具足的，一点也没缺少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就是本自具足的。啊，佛把这三归纳，这三大类就全包括了。你看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能，神通道力是属于德能。啊，六种神通具足啊，啊，大乘经上讲的三明六通。相好就是整个宇宙啊，全宇宙都是自性变现的啊。后头有一句嘛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从哪来的？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，遇到缘现出来就是整个宇宙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整个宇宙包括诸佛菩萨的刹土啊，诸佛如来、诸佛菩萨的刹土从哪来的？从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谁的自性？自己的自性。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我们求往生啊，自信弥陀啊，唯心净土啊。啊，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也是我自信变现的。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，极乐世界跟我也是一体。不但极乐世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就是一体。学大乘没有这个概念，那就白学了。我们跟诸佛多亲密，那反过来我们看六道众生，看三途地狱，这些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都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全都跟我在一体。上面诸佛菩萨，下面阿鼻地狱，一体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一念觉就是佛菩萨，
一念迷就是地狱众生、三途众生。迷悟不同啊，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啊，所以真正开悟的人，自性里头的第一德，啊，智慧德相，德里头第一德是什么？就是慈悲，自性的慈悲心丢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慈悲心，这个慈悲心丢出来，一定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这个众生是全法界的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不是地球，不是人类，那太小了，那是虚空法界里的一个小点。啊，真心啊，慈悲是从真心里面的第一德，就是爱心。啊，你爱他，你才会帮助他，你才会度他，不负担任何条件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无条件，同体大悲。啊，悲是把众生苦，慈是于众生乐。我们今天自己没开悟，释迦牟尼佛开悟了，阿弥陀佛开悟了，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，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这个经里头第六章第六篇的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，世尊为我们转述啊，他完全照阿弥陀佛怎么说他也怎么说啊，所以我们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教，学习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我们真干了，我们真学了，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目的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们有圆满的信心，百分之百的信心。一心向往啊，那我们的身体呢？身体可以不要去照顾，佛菩萨照顾了，佛菩萨真照顾，真照顾，连现在科学家都懂得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相由心生。我们这个身体是相，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真相信佛，真愿意往生，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，这是所有念头里头第一善念。这个念头太好了，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了。那么这个念头加持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怎么可能还会有疾病呢？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病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对于这桩事情，就是幸运里头还有疑情在，还有怀疑在啊，您没有到真正丝毫怀疑没有，丝毫怀疑没有，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，
现在就真的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跟我做榜样啊，112岁，不需要别人照顾他，他的生活完全自理。你想他身体多好，头脑清楚，啊，身体灵活，工作勤奋，啊，往生那一天晚上，他是晚上走的，那一天白天还做一天工，没休息，啊，他在菜园里头整地浇水拔草，从早到晚，晚上我死了，他跟我们表这个法，你说晚上往生了，那就可以就休息休息了，啊，他还是这一天的活，真的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啊，把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通通做好，走得那么潇洒。啊，他完全知道啊，几点几分几秒走啊，清清楚楚。啊，不告诉人，不希望人给他助念。有同学问，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，我们大家给你助念。他说，助念那是没有把握，那个不可靠。我不要人助念，我说走就走。啊，他有十分把握，不求人。啊，那么这样子在往生，我们在光碟里面看到三个人，他的母亲86岁往生，啊，自在啊！往生前自己包饺子，啊，一家人团圆，非常欢喜。啊，儿子、女儿、侄女儿统统都来了。啊，吃完饺子之后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走啦。”就真走了，啊！你看这个多自在，啊！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要坚持回老家？就是做这个样子给他女儿看，给他侄女儿看，啊，看你们相不相信？啊，哪一个人走的时候这么样潇洒？啊，他靠什么？一句佛号，啊，一生常斋念佛，最后表演给大家看。啊，再叫海贤老法师，海贤的师弟，82岁走的，啊，也是很潇洒。欲知时至，这些示现表法都是为我们做证明的啊！至少你要相信啊，极乐世界真有啊，阿弥陀佛真有啊，早年头偶业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别号，叫西游老人。
啊，这个西有就是西方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啊，取这个做名号啊，为度众生呢、啊。啊，众生称他西游老人，啊，就肯定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有，所以佛陀智慧德相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，也没有法子能把它说清楚说明白，这叫难了。那应佛即证涅槃甚深法性苦啊！啊，他明心见性，见到圆满的法性。那真的明心见性，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是什么？就起心动念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极其微细的念头，一秒钟2100兆次，这样微细的念头，它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模糊。这是圆满的证据。啊，圆满的发现啊，那么无明烦恼断的人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在哪里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功夫在这里。我们见色就起心动念，就分别执着，所以是凡夫。啊，化身菩萨呢，眼见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鼻闻得清楚，舌尝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自信见，这是智慧。啊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那么化身菩萨到妙觉如来还有42个位次啊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十住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，还有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，十住上面有十行，十行上面有十回向，十回向上面有十地，在上面等觉妙觉，妙觉才是极证，达到基础了。啊，极证甚深法性呐。初住菩萨开始就证得了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起心动念生分别，分别里头生之处，大乘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，是法身大士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三乘菩萨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，是他们。啊，如果有起心动念
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。啊，通通都有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六道众生。啊，六道众生通通都有，但是他有轻重的差别。六道里面地位高的，烦恼轻一点，他有啊，没断呢。往下面去的三恶道的烦恼重。啊，染污深，啊，真的有差别，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虽然烦恼轻一点，他有修行的功夫啊，烦恼轻一点的，啊，可是也有糊涂的时候。啊，糊涂做了错事，啊，他堕的就越来越严重。从色界天退转到欲界天，从欲界天退转到人道，甚至于到畜生道、地狱道。我们每个人六道通通经历过啊，过去无量劫来啊，哪一道都待过啊。啊，这一生的人生之后啊，把过去全忘掉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会记得起来呢？你证到二果就知道了。啊，初果六通只有两种，天耳天眼。二果阿那含啊，须陀洹、斯陀含，二果斯陀含。又两种神通出现了，他心通、虚命通。虚命通就知道自己过去时，大概我们相信过去五十世应该没问题，他能够知道过去五十世。阿罗汉知道过去五百世，啊，二果有这个能力，他心通，别人心里头动念头，他知道。啊，那么再往上提升，正三果，阿那含。多了一种神足通，这就很厉害了。它能飞行，能变化。啊，他要出去旅行，不需要交通工具。心里想到，他身体就到了。啊。再上去四果阿罗汉，阿罗汉漏尽土，就是见思烦恼断尽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好像一场梦啊，梦醒了。啊，六道痕迹也找不到了。啊，阿罗汉也度众生。不积极
啊，他喜欢的众生，他会度他；他不喜欢他，他就不理他。不像菩萨，菩萨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阿罗汉没有，辟支佛也没有。啊，全教菩萨虽然有，啊，但是不能跟法身菩萨相比。啊，法身菩萨确实自信第一大德流露出来，啊，真的是慈悲到极处。啊，预言家对头有苦有难，他还是救他。那为什么？他知道原本是一体，啊，迷惑的时候不能怪他，啊，所以心地清净，没有染污啊。明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正感。啊，那么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乱世，不是盛世。啊，太平盛世容易，生在这个时代乱世，人迷惑的太深，很不容易觉悟啊，那就得要受许许多多的委屈，帮助苦难众生。啊，这些众生常常找麻烦，甚至于置你于死命。你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啊，真置你于死地的时候，还是感恩他。为什么呢？正好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你在临走之前决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啊，别人看不到啊，你看到。要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不行啊。啊，信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。品位高下，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。啊，功夫深浅不一定是念的多少，多少不相干。啊，那个心的深浅，也是信心的深浅。啊，喜乐心的深浅，我对极乐世界非常喜乐，这深心是 心就深了，天天想去，时时刻刻想去，啊，你就会感到阿弥陀佛来跟你报信，啊，你只要一到。功夫成片，语言就成熟了，跟阿弥陀佛的缘，佛或者在梦中或者在定中，你见到了，他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那像银科法师，这是破戒破斋，不守清规的一个出家人，啊，他自己还好，而相信因果，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将来必定堕地狱，想到地狱苦就怕了，
向同参道友们求教，如何能帮助我不堕地狱。有个同学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，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。那读完之后就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，在里头拼命念佛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，求阿弥陀佛来救他。阿弥陀佛真来了啊，真诚到基础啊。佛告诉他，你还有10年的阳寿，10年之后我来接你。他也是福至心里啊，向阿弥陀佛哀求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啊。佛很慈悲，佛就接受了，告诉他这样好了，三天之后我来接你。哦，他非常欢喜。第二天早晨把房门打开，告诉大家啊，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啊。庙里面人都有的说些瞎话啊，关上门念三天三夜佛，佛就来接引，没人相信。可是他说话又不像是说骗人，好在三天时间不长，我们就等你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。到第三天他离情大众，念佛送他往生，他来给大家做正传啊。大家念佛念到大概一刻钟，古时候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，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别人看不到，只有他看到啊，向大众告别他真走了啊。佛留三天给他，叫他表法，给念佛人做证明啊。这个事情写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，我们这1000多年之后看到这个记载都受感动啊。这就是他往生也度了很多人的功德了。如果阿弥陀佛就把他带走了，那很多人以为法师自杀了啊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阿弥陀佛有智慧啊，留一段时间让他表法，让他度众生。这个方法好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念老引用家乡俗语。如来正觉其智难量者，名正知妙觉，照穷法界，非下情所测。所测，这真的。啊，加强大师告诉我们，
如来证觉他所证得的智慧，是自性圆满具足的真智啊，般若智慧，真智妙觉。妙觉就是我们无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啊。它的作用呢，照穷法界，穷是尽的意思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它的光明都照到了，这个照就是常寂光啊。证得妙觉位，就回归常寂光了啊。这是净土最殊胜最高的一个层次啊，常寂光净土。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，最后一品，身相无明烦恼断尽了。那个烦恼是习气，烦恼断尽了，就证得初住，就是化身菩萨生十宝土。在十宝土里面，他有习气啊，习气不好断啊。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证得阿罗汉果，他还有见思烦恼习气啊。阿罗汉必须把这个习气断掉，那他就升了一级了，辟支佛。那辟支佛比阿罗汉高，辟支佛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，那他在他的地位上要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就升到菩萨了。虽是菩萨，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，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哦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不是真佛。天台大师说他叫相似即佛。那为什么无明没破？啊，无明破了，就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他还没能做到啊，他还是用阿赖耶用的正，没有用偏，没有用邪啊，所以很像佛啊，不是真佛。真佛用真心，十法界的佛是用阿赖耶妄心，不是用真心啊。所以他必须在他这个境界里头把无明断掉，也就是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。只要见色闻声不起心动念的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就像六道一样，它还是一场梦啊。这个梦醒过来了，出现什么境界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，也叫一真法界。那为什么是真？这个法界里面的一切不生不灭，就是它不是生灭法，它是不生不灭啊。自性没有生灭，所以自性变现的境界是不生不灭。十法界是因为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所以华严经上说，这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
那么一真法界呢，只有心性，没有色变。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是有色变，那识是生灭法，波动现象。啊，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的解释。我们看他的报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十报图里面，无明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了。这个习气没法子断，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断？你又起心动念了，那就坏了，就往下堕落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怎么断？随他去吧。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三大阿僧祇劫。无始无明习气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往生到十宝图，十宝图的人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四十一品呢？啊，还有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，那你还不是有分别之处啊？所以那个境界里头，这是佛对我们说的。实际上你的概念都没有，念头都不是，平等法界啊。可是这个习气障碍他入常寂光，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丝毫不障碍。所以这些化身菩萨能够在六道，能够在十法界现身说法啊，完全随众生的意思。众生想佛他现佛，众生想菩萨他现菩萨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他多自在啊！虽然现身说法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也没有分别之处。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身。啊，这是应化身。他有没有心？没有。有没有分别之证？没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一个字也没说。谁要说的说法叫谤佛。为什么？没有起心动念说什么法。原来所有一切法都是感应。啊，像我们击鼓，我们接垂下去，鼓自然就响了。他并没有去，没有去思考一下，我要你这个敲我了，敲得多重，我要怎样来应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啊，佛菩萨如是，小乘圣者也如是。啊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通通是众生疑惑啊，众生的见解引出自性的反应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佛经没有意思，这是真说真话啊。没有意思，你里面呢，你慢慢去学习，会看到里头无量意思，字字句句都无量意，说不尽的啊！每一个字都无量意啊，
其味无穷啊！啊，所以都有法味呀、啊，真正让你生欢喜心。那、啊、这个欢喜心里头没有情执，是法喜。啊，跟世间人的欢喜不一样，世间人欢喜的有情。佛法欢喜里头充满了智慧，所以照穷法界啊，如常寂光了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离开常寂光啊！佛知道我们的，我们不知道他。啊，我们能信能愿，跟他就相应，就能感动他现身。啊，感动他来帮我们一把，把我们拉出去。啊，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超越十法界了啊，把我们从六道从十法界拉出去了啊，非下亲之所测啊，下就是化身以下的这个三邪二尘，他们没法子知道啊，只有化身菩萨才知道，知道的不圆满啊，到最后一品的习气断尽了，证妙觉位他就圆满了，证妙觉位那就是十宝庄严图不见了，真的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真法界是对十法界说的，比较说它是真的，实际呢，实际它也没有，实际是常寂光，常寂光里头没有一真法界啊，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心理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你没有办法去说它啊。但是这个里面就像能大师说的，它具足清净，具足不生不灭啊，具足无量功德啊，智慧德相，它是永远不动，不没有动摇的。能大师说：“本无动摇，叫自性本定。”所以你要有定功，你才能够契入境界。那你没有定功，那你完全迷失，不是在十法界，就在六道。啊，要以甚深禅定回归自性本定，就成佛了，就成正觉了啊。所以这个正觉不是普通的正觉，意思很深啊。下面引日本净土宗祖师的著作《真解》，那《真解》语：“如来正觉者，称弥陀，亦称如来，称正觉故。”如来这一句，正觉这一句经文，
里面含义很深。那真解给我们透出消息，我们那尘就是一相转念，像海鲜老和尚没有片刻丢掉啊，确确实实是一句顶一句，这就是成弥陀一如来，一如。这一句佛号，功德没有法子去比啊！是处是法的都找不到啊！啊，什么念头最好？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，真诚正觉。那所以事出世间第一善念，这一念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你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谁知道？诸佛如来知道。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同学啊，说到乡下小庙，阿公阿婆不认识字啊，手上就拿一串念珠，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话他也是阿弥陀佛啊，满面笑容笑眯眯地看着你啊，他的佛号不间断，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是阿弥陀佛，好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别的话啊。这种人呆呆的痴痴的，千万不要轻视他，他们这些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都很高啊。为什么？念念在那里积功累德了，我们干什么样的功德也比不上他。不可以轻慢的啊！这一个小庙有这么几个人出现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为什么？他们真修行啊！庙里头这些当家住持未必是真修行，他们真修行啊！决定不能小看他们，见他们要恭敬，啊，要作礼。我们要把他看作菩萨化身，在那里度众生，啊，表法做好样子给人看的，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不是假的说此应神即本地神也，其之难量啊。那么这个神是应神化身，
应声跟我们的声完全相同。化声是变化声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虚云老和尚遇到的文集乞丐是化身，他忽然出现了，忽然就没有了，你也找不到他，这化身。应身呢，他也是父母所生之体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实现的是应身。应身就是本地身，本地身是法身。诸佛菩萨的应化身从哪来的？从法身变现出来的。报身也是从法身变现出来的。法身在哲学里面讲，就是宇宙的本体。一切法都从它而现，没有发生就没办法实现。我们常常把发生比喻作电视屏幕，我们看电视，屏幕是一片光明，什么色相都没有。那我按一个频道，这个频道马上出现了。这就是能生万法。心是屏幕，万法是频道现出来的色相，色相跟屏幕融在一起，决定不能分的。如果没有屏幕，色相显不出来，虽显出来之后，真妄合合，真中有妄，妄中有真。电视上哪一个色相音声离开屏幕了？没有离开啊。那我们就晓得，我们先前一切法没有离开自性。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虚空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修行有功夫的人看见，他看见了，看见光，那个光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能现一切法。所以现的一切法，它是生灭法，它不爱自性，自性也不妨碍它。为什么？它是假的，自性是真空，所以是真的，真实的空。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无有一法。六祖慧能大师说的“本来无一物”，那就是自性。虽然本来无一物，它能现一切法，能生万法。所生的万法假的，刹那生命根本就不存在。千万不要被这个假东西迷住了，你把它当真。你就错了，那是迷在里头了，迷在里头就变成六道凡夫，六道凡夫造业受报，造业是假的，受报也是假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但梦老不醒，梦里头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。
啊，搞清楚了这愿望啊，如何能把它跳出来？佛法教我们，引导我们脱离轮回，脱离迷梦，啊，回归清醒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自性遍谛。所有境界都是自性现的。啊，为什么会现？因为你有念头。你念头有染、有净、有善、有恶，所以境界不同啊，全是自性变的。离开自性，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明白之后，啊，好的环境不要生喜欢，逆境不要去讨厌，不要怨恨。那你可以用平常心过日子，平常心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念佛过日子多好啊。那想一想阿公啊，缺穿的缺吃的，他念阿弥陀佛满面笑容，他在那里享乐，没有看到他在那里受苦。你细心去观察，你去揣摩，学佛久了，会一下想起来，菩萨实现。不是凡人呐、啊！这一方人造业，要遭难，有这几个人在此地，他们有福，他们天天在积功累德，保佑这一方人消灾免难，慈悲的基础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一句佛号，这还得了？这个下面这一句，其智难量，念佛三昧为所住啊，住此法甚妙智故。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啊，盖为释迦如来真觉，乃成弥陀一如之称而来成真觉，故与弥陀同一真如，一切同一法身。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实实在在就是法身如来，寡妇讲本地身，本地是法身啊，这把释迦佛的身份，真正的身份跟我们交代清楚了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一生就这一句佛号，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，也就入了释迦佛的境界。那这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些话不是猜测的，是真实话。那这幕后这一段，念老
我们做了具体的说明。啊，怎么样成弥陀一如之尘？这是因，后面来成正确，这是果。啊，我们要着重在因上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修同一个因，那将来就能够得同样的果报。啊，这个成弥陀一如之尘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，师父看中了他，他是个法器，他将来一定有成就。啊，法器从哪里看呢？他具足3个条件，就是法器。这个人老实、诚恳，啊，听话、真干，具足这3个条件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就是法器。虽然他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所以就用念佛的方法教给他。啊，只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或者是念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南无阿弥陀”都可以，一直念下去。你看他多听话，念了92年。92年不拐弯，这个不拐弯是当地话，河南话，就是没有改变的。啊，就把这一句话念到底啊。除这一句话之外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这一句话，这就叫尘弥陀一如之尘。这还得了啊！释迦佛成弥陀一如之尘，他成佛啊，所以故与弥陀同一真如，一切同一法身，当前现瑞的应身佛，啊，十界法身如来，亦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，这个句子里头最重要就是住字。我们的心住在念佛三昧上，啊，其他的统统都把它请出去，也就是一切放下，万缘放下，心里头只念佛名，啊，就成三昧了。啊，三昧是镇定的意思，心就定了，定在这句佛号上，这个是镇定，啊，是诸佛如来的大定。这个定起用就开智慧，啊，法甚妙之智慧，殊胜微妙。那
这个殊胜微妙智慧，我们在海鲜老和尚光碟里面看到了。你看他每一天的生活，他在工作，他待人接物，啊，他的言谈举止，总结就是这一句：他发甚妙之智慧。故其智难量啊！他的智慧，我们无法测度。因此，非地上即等觉诸大师所能称量测度也。啊，不是地上菩萨。这个地上菩萨，是指别教三贤，乃至于原教的十地，因为他后头有等觉啊，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圆满的见到啊，他是见到了，没有见到圆满。必须回归常寂光就圆满了。由于甚妙真知照料真如，真如是自性，真如是本体，并能通达一切诸法，无有阻碍，故曰无有障碍。这一句话很重要。我们常说如来菩萨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他们的智慧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这是一般宗教对于神的赞叹词，对于上帝的赞叹啊，不是真的，是赞叹的话，哪有这种人？在大乘佛教里是真有这种人啊，佛法里面既然真有这种人，我们就能相信神上帝也非常有可能是这种人。为什么？应以上帝身而得度者，就现上帝身；应以神圣身得度者，他就现神圣身。啊，他变化无穷啊，随着众生意愿在变呢。哪有不可能的道理呢？啊，大乘佛法里通通讲得通啊。他的智慧确实没有障碍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。只要你坚信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求明心见性，他知道。所以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方法门径不一样，没关系。那个原理是相同的，为什么？都是叫你得定。啊，知识分子用什么修定？
用读诵修定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书上讲什么全明白了。啊，怎么明白了？自己明白了。啊，不需要人教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表法，我们不能轻易疏忽。他用意很深。你看，他19岁离开家庭，放弃王位继承权，放弃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就修道去了，去求学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啊，印度是学术之国，学术特别是哲学。他19岁出去参学，到30岁，12年，所有宗教学派他通通亲近过。啊，这就说明好学多闻，知识分子的习气，他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12年学怎么样？不能解决问题。那宇宙从哪里来的？那我从哪里来？万物从哪里来？这多大问题啊！不能解决啊！他放弃了。啊，学了12年，30岁放弃。我们就知道，19岁放弃家庭，是放下烦恼障。30岁放下所学，12年所学通通放下，放下所知障，2障放下了，2障放下才能够入定，啊，才能够修禅定，在禅定当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这个问题全解决了。宇宙的奥秘全解释，啊，就是他所开悟的，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。慧能大师很简单，说了5句话。他开悟说了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在定中说的。啊，开悟之后看到这些41位法身菩萨。在定中聚会，啊，齐讲华严，啊，讲了多久呢？27日中，啊，有的经上说27、14天，也有经上说3期21天，讲圆满了。讲了多少呢？大龙菩萨把这个经收到龙宫去了。龙树菩萨看到了这一部经的分量，啊，大本，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集，14天下未成品，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。那我们的太阳系、银河系都容纳不下。大本啊，再看中本，中本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还是不能接受，太多了。最后看小本，小本是在讲目录提要啊，啊，有10万集，40品。小本，这个可以，我们这个世界人可以学，
就把这个带回来了。啊，他是完全起诵。啊，能够把它全部背下来。回来的时候再说出来，写成文字，现在的华严经。啊，这是佛给我们实现。那么这么大的心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说的宇宙万有的真相，完全是自性变的。见了性，全就明白了。不见性，给你讲也讲不清楚。见性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佛陀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啊，哪一家教学都讲求悟性，啊，学生有悟性的要培植他，他能成就，成圣成贤；没有悟性的，没有悟性的多啊，烦恼习气很重啊，只是教他认字，读书认字。啊，他将来可以学工、学农、学商，有一技之长啊，他能够谋生，能够养家糊口。啊，他需要的知识就够了。啊，那些顶尖的有悟性的，一定好好培养他，他会成圣成贤。这中国以前教学，这是术的，四书教学，是个别教学。不像现在学校，现在学校一刀切，平的，啊，平的，哪些人吃亏呢？那些有悟性的人吃亏了。啊，没有悟性的还提不起来，有悟性的全部被压下去了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时代。学校很多，为什么不出圣贤？啊，科学家有，圣贤没有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世间有圣贤，社会有福报啊。啊，科学只能带给我们物质文明，啊，物质受用上的一些便利，可是这些便利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？你要是一算这个账，得不偿失。啊，所以汤恩比的赞叹中国有道理啊。不是胡造谣言啊，他是真正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为我们现在人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。啊，他说的那么清楚，相信的人不多。啊，在当时有人对他这个言论批评的很多，啊，都责备他看错了，啊，这是他的梦想幻想，怎么可能成为事实？啊，我看到的一些零星的断片，我知道这个是一生专门研究全世界各个种族的文化史，他真正是搞透了，啊，把世界
宗教这个文明分类啊，分成十几类，最后总结成五大类，五大文明。中国文明最殊胜，这他得出的结论的啊，这个文明的是稳定的，它不急躁啊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仁慈，这个好啊！如果能再发扬光大，全世界人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啊，这他说的跟西方不一样，西方急躁，没有耐心啊，好斗啊，竞争斗争战争，他就是中国不是的，中国是稳定，中国人有耐心啊，讲起耐心，中国人在全世界第一啊，安分守己。所以在五千年历史当中啊，很长的时间中国人是太平盛世啊，怎么造成的？传统文明造成的啊，当时他说这些话没人相信，人家质问他，他说你可别忘记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啊，这就是他将来必定会复兴，必定会掌握世界的领导权啊！现在我们看到习主席，我们看他的作为，听他的言论，相信汤恩比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复兴传统文化是有必要的，这是一条生路，不走这个，世界会走向灭亡啊。西方人没耐心，喜欢打仗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战争，如果一爆发，地球同归于尽，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啊，就是人类集体自杀，这是愚蠢到极处啊！汤恩比不希望看到有这一天啊，希望看到东亚文明能够振兴全世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。